后来咱该看看第五术摄取。这个叫文哈，应机发心，由机佛法所摄取。六有六种，一由清净为转阿赖耶识的发心定故，的发心定。第二由缘相，为转色根定缘相的故。第三由安住。为转欲行定住，得无量地住故。第四，由住在为转种种摄受业住在，得一切世界无界神通地住在故。第五，由言说为转一切见闻各地言说议论，得令一切有情心喜。便说地主在讲，第六有八者，为转八者一切灾患过失，得救者一切有情一切灾患过失地故，应地发心由此所说，六种佛法即所摄取安尼。啊，咱这个发心是由几种来个圆满，因为发心咱有。不过他不完满，所以我们的法身哈、蒙蔽太严重。我说这个法身完满是由几种佛法来个摄取的。今麦进来在讲摄的是中摄，持的是净持，净持就是一个，这个叫卖挖开，卖做主张摄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就是由几种佛法中主执。啊，佮来圆满成就发心啊！呢，即两个加两字圆满吼，较好讲。因为成就发心，即发心自性有诶啊。对上节讲诶，即个问题对如来藏、光明藏，毋过真无圆满，所以佮加两字圆满，可能安尼较好解释。就是将发心诶，即个体用无界自觉个觉呐。因为日体就是自性，用就是多种性，所以即内底遐自觉兼觉呐。安尼开圆满，啊！所以我头前有讲过，阿罗汉神功大家不懂的，安尼来甲讲，不过伊都无点讲，吼、哦，所以无去救度众生，所以伊神叫做涅槃，这叫做假涅槃。啊，在佛陀经内底讲，伊敢若行三百有顺呢，阿百两百有顺也无行着，安尼就是阿罗汉呢无圆满，因为伊神有正觉，但是伊无正定，所以阿罗汉都。无圆满啊！啊，菩萨有圆满，菩萨要圆满，一定要在这个自觉觉啊！哦，这点要注意。所以师父一边跟恁分析，就是要培养将来，咱个个拢菩萨行，啊，成就无上正定觉安尼。这就早跟恁讲过啊。啊，不过今仔大家总在咱大家听下在。心情也袂稳定，就是法语也袂正确，也袂正确，无要紧，就是分析嘛，就分析自然就正确，迄个大心就发得出来。我讲讲掉，你神发大心，但是无内行，等于空白嘛，叫做交白卷啦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即马甲人讲者，今生用修尽了，唔通干呐一张白纸无写到半日准到弥勒菩萨。我讲听好无，会当去是无唔对，但是唔通空白一张纸准搞弥勒菩萨，叫做交白卷，安听好无？不可这样，就是亚当啦，不可这样子，阿妈袂使分数计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今麦来哈，今麦这个发心的体用无碍，主就是等于主角角他，但是六有。六种即个佛法摄取，啊，六种佛法下面要讲的，即个就是现时发生的种种大能力出来，也是讲大能量。我咧讲，咱的发心脑爆发出，迄能量是无穷，能量无穷哦，唔是迄个海啸的海底迄个爆发开能量呢，这是无边无际，这叫做大能量，也是大能力。
第一就是清净，哦，清净就依佛法，类依佛法的清净法，哦，安尼较叫做清净哦。等佛法叫咱安怎清净？诶，其实咱的重要第三个是问题吼，就是十恶业。啊，十恶业就是有贪、哦，见贪、嗔畏，啊，这个害胎，啊，妄念。啊，武器这几种，啊，佮造成未来不够修习的这六道的苦业出来嘛，是安尼啊，啊，这得无名利就安尼做嘛，啊，就安尼耽误一世人，安浪流连，唔知讲伊人生安怎样做较对，啊，就食啦、啉啦，啊，啊，种啥，其他这无所不至，拢还不停的代不正常的代志嘛。算不是真的人类都安尼，你开始惊阿妈做，阿爷要创啥？我问，恁阿咧甲看吼，阿咧甲看，伊爷要创啥？阿敢听哦？阿爷甲多冤家小把，拍甲老火老地，阿用拍迄个老火啊，甲去叫人来拍，拍迄个三下拍伊安尼，阿叫做宗教，阿唔敢叫做教派囡仔大神。啊！但是因鬼会当冷静想讲，安尼是有意思啊，无意思。一个阿婆啊，八十岁，啊，讲姨妈做那个出巡，伊对二十担啊，啊，对二十担要创啥？吼，恁刚看到新闻，有无？讲伊对二十担，记者个访问，伊讲有啊，那我足诚心啊，我对二十担，啊，对二十担要创啥？啊，即马咱众生告诉我，你今仔我有一个信仰，信仰了健康个无健康？哦，啊！你总共，互你信仰混乱，啊！你今仔日行是正确个，无正确安尼。哦，啊！你讲法师要大佛说了，说了有正确个，无正确。啊！这个海众生，啊！这个大众生，这都是我们要根底哈，彻底落去思维。书跟他讲正确个，无正确。假如讲今仔我这发意向拢总安尼，大概知影都无正确。啊！无正确当然袂当带恁净化内心。成就这个菩提的主导，啊！你假如讲净化内心主导，你都无迄个水准。讲你发心要显，要让伊显露光明起来，无咧啊！无你等于你就是无吸收到这个佛陀了。你未来这个未当爆发，这如来体现的这个用嘛，这总是要考虑在先啦。好，啊！再讲这外边的引起。好，比如讲，咱已经讲过一站嘛，即话第二讲要讲引起安怎引起，即有经过思维啊，互你有印象，互你思维起来。所以今仔日一个有学问，啊，讲有佛法的基础，一定要深入经藏。好，啊，所以今来在甲讲，一定爱修清净法。啊，清净法是啥物？就是迄个杂念分析的重点。啥物会？是不是难要性？啊，这难要性变哪程度？变程度，这个法师有责任，搁有迄个水准，甲恁讲安怎程度？是离不开两字忏悔嘛？啊，忏悔爱悔，譬如讲忏悔忏前天，悔就是未来不再作业，唔能够再作业的。我们讲该修爱修起来，啊，该人改爱改，该人改爱改安尼。这就看你了嘛，跟你讲个再清楚啊。所以内底唔讲安尼哦，清净佛法就是这个清净法，佛法的清净法。所以较专下就是重要是阿赖耶识，专杂念。迄、那个杂念的阿赖耶识，种是无量劫以来分析落去的。啊，既然还那无专下，你嘛就继续精进去的能量，搁再继续轮回生死嘛。算不安尼，对，因为你有经济，都先死，都分段先死的对了。那有经济啦，好、哦，善经济有老嘛是善报的先死，恶经济的有老嘛是三恶道先死啊。迄、那个叫做不断的分段先死嘛，好、哦，所以现在对讲转阿那一生的十念分析，啊，这算不是拢甲咱大家讲过啊，好、哦。正听经讲到阿赖耶识这问题，就幸福之道就讲来嘛。恁做近听有讲个无？
吼，迄伫迄迄套生物基都是伫遮有讲过呢。啊，甲去伫即个著名是讲的呢。啊，现当时是毋是有师道对即、這个啊，那亚洲这问题都已经有了解一撮啦。吼、哦、啊，伊比正现讲啊，正讲十几单啊，所以如下的一句话毋少讲。啊，迄就是实验嘛。啊，我咧讲哦，咱众生吼，实验若无程度会随时去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有讲到迄个无？随时讲，你今仔日若是讲读讲，干那迄个实验性。譬如讲，我有甲恁讲过，三米一个三米食饭爱交错，因素甲改变袂来，伊对落来粗糖的，会做小糖。有甲恁讲过无？迄叫做实验。你食粉食袂煞，将来你落做粉糖；食酒食袂煞，将来嘛是无眠无气啊。迄叫做实验，影响轮回。哈、哦，我都捌甲恁讲过，当时有一段时间。我是住伫台南哩，迄是住一两冬尔，啊，倒是人放一只狗仔囝，好将我捡入去甲饲安尼，狗仔囝水水啦。有一工伊放屎吼，拢放迄个粪粿啊，敢有甲恁讲，甲放迄个粪卵泡。啊，但是我怎么一个较注意，伊拢捡粪粿啊去补，搁捡迄个个粪卵泡去补。啊，你甲想讲，伊这种饲料，伊会产生啥？像那伊会去搞分粿啊，食，搞不能破食，就是伊真正是可能自己上无两包分，起码食两包分的真济呢，知唔知？就是搁再讲，自己补分量应该是补过来千块的人。总归伊今仔日无一个，唔是老慢啦吼，但是伊这种食量较多的少更多嘛，啊，应该那其他这些别滴嘞。啊，即马食槟榔，自己食过来千块有哦，补袂煞。讲若无补，喙齿就酸。吼、哦，啊，食粉若无补，就会艰苦，无补粉会艰苦。啊，算是将来油湿去对着畜生嘛。啊，佫应该有其他恶业。这个叫做随习念起嘛。所以这恶习念爱改，哈、啊，真来是分析，但是完整一定爱转阿难也是。啊，十念的分析较完整的发心，这完整就圆满了，对了。圆满就安怎？圆满就净度业性嘛。啊，较会当净的发心，这个就是发心的根本啦。哦，那个发心，个讲发心就是，啊，那要是净度了，所得的发心就是迄个咱个讲的这个。迄、那个叫做按摩路线嘛，清净性，哈、哦，什么啦？平常时当转色，性地对转地白色，性大环境地，这拢头前有讲过啊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又个讲转啊，哪一些性就发生，就是和大环境地有发生，哈、哦，有安怎样的关系？因为大环境地清净的发生嘛。好、哦，所以今来滴甲讲，将发心甲看，伊是依自心所依，就是发心内底呢。你若真正开得滴报心甲变化心，是依自的发心人。假使你发心若无清净，你未来无一个啥像佛的殊胜报心，啊嘛无迄个依报境。吼、哦，啊，搁再讲，你要变化心，要广度自心，甲即个个凡夫，你嘛不能变化。想说今仔日足想，比如讲今仔台湾岛各所在来设一个点，啊，我都无法通变。安听无？台北市后人叫咱去设广场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己嘛有叫人设广场，啊，那无通变啦，我都无通变，即地主是还袂成熟个，啊，不过实在是因人而闹相差，比如讲我来去讲，还是地主去讲，到底人数安怎，咱嘛唔知啊。啊，即么这个问题，讲佛甲菩萨的化身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变化身，嘛是由化身变的啊。啊，今仔这个法义已经正确，搁真清楚，啊，搁有迄个智慧分析，嘛是破戒谛的化身啊。安尼讲着，假使你今仔无破戒谛，像讲今仔也袂当，总共事也袂开悟。嘛是要有智慧，有正确的智慧啊！
吼，啊，这嘛是真心的嘛，真心分析来，啊，今生搁再加行一寡呢都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得甲讲，台湾囝弟，吼、哦，伊有其他的三体依据，就是有平等性的妙观察的。台湾囝弟若成啦吼，都有平等性的妙观察的甲成熟作的嘛，这个三体当然去当接起来，还在吼，所以内压中。嘿，本性的法界，从迄个蒙蔽受到安那，还是蒙蔽迄个基本清净的这个法性，叫做迄个个本性的法界，就是、一真法界。咱众生该有一个一真法界安尼。好、哦，安那该成安那也成，哈、哦，该成的安那也是真相。比如讲，咱已经从这个甜，这甜在咱的发心这个真相已经该分解了，对这内也是政治个分解了，甲分化好一开啊。啊，即嘛这个下当都有具足这个清净功能啊，清净功德就是发心变现道真如实的这个功德出来呢。啊，你若讲有个人的这安那，也是这个善政治普遍的哦，迄、那个袂当叫做清净哦。迄就是啥有老的先定了。啊，所以今仔日也是作人间法，这个功德会还是诸善会哦，这个是袂当讲有家做的。啊，今仔有一个法师啦哈、啊，来找咱，啊，就讲一个徒弟啊，不是徒弟啊，伊一个朋友，啊，有去做咱的八关斋，啊，已经往生去啊，咱唔知，伊也无含那个连的，啊，再伊这个朋友哈、啊。一挂银行婆啊，伊无出，银行婆啊总交代伊，要写怎个交代？你再拢甲，我再只拢甲做到三百年安尼。啊，我有一个养女，拢卖好样的。好、哦，啊，只养女伊那有寄一挂好，然后那寄一挂来哦，师傅，我们建大珠宝店。啊，不要建珠，建大珠宝店，伊怎么讲安怎呢？今仔日吼，伊自从出家。听到这个法界话声，嘛是拢总听咱的法界者，其他都无啥想安。啊，再伊即物就讲，讲常道法师你的概论，共讲个经验。吼、哦，这个时开，当我众生古众，这个出世功德安尼，较袂记作业。啊，对，那当一寡伊的这个出家因缘。哦，啊！再我甲注意讲一个吼，这个清净功德，这个吼，起码清净功德、古清净的功德，都一定要下十念哦，下这念心。你若无下念心，就是迄个善的有漏，嘛是叫做十念嘛，还是上升善道念嘛？善道结束福业，结束福德了，搁再对了嘛？哦，这应该大家知影嘛？所以进来得讲。在这个修定的总是较显现，所以咱众生是如来总是叫做修定的如来藏嘛。啊，那这个个佛尊叫做出定嘛，有这两句话无？好，啊，咱今麦这个修定的总是显现就是出定啊。咱个人的这个在定的这个物件，迄个发心，啊，你修法界下的习念了，才会当出定，好。啊，那无可能出定啊！因为你今仔日一旦到有这个贪嗔痴的政治，把你拔掉咧，啊，甲由贪嗔痴所做一切业力，把你控咧。所以我咧讲，咱的思想甲行为，拢总是无理想的，就是你选择嘛无理想啊，选择有选不了，就搁再做三世缘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来对他讲，较修定的众生，较现前啦。啊，咱今日事实讲阿个修定的啦，咱讲真正啦，因为业识阿未清净啊，所以咱的思想行为拢无该理想，但是依物成实是叫得必不然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八性那是在凡夫内底是实念嘛，实念嘛哈。啊，你若清净了，就变大了，你看的平等性的嘛是爱作用啊。譬如讲你分别的。善分别嘛是爱第六识啊，好、哦，你今无第六识，你今啊根本都无样分别，对个唔对？你根本都无样分别。
啊，算唔到有一个生疏足地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一个生疏足地，啊，甲一个妙观察地，嘛是由这六识所变出来嘛，八识所变的，啊，甲平等性地就下去闽南嘛，啊，台湾境地就是净土业力，吼、哦，所以那时候呢。应该是应该是无两款，但是为一切净法所依啊。即嘛时阵树地出来了，都为一切清净法，所以说从本性清净这边来甲建立法界，都爱清净才能建立法界，都建立一真法界。啊，怎样？所以这里较有将地啊、公弄、干边啊，甲建立这个台湾的境地安尼。地根显现，叫做地根共弄，就是智慧大开发出来。啊，咱今仔当然是由文殊学、文殊修来啊。哦，你跟那文殊啊，都要实际的去落实，安尼才当建立这段，建立知识、威识是无有啊，无义叫做无有，因为海业色正是因缘造业的结嘛，所以海业色是无实在，叫做无有。还注意一点，迄个解无用，迄个机卖切，边个小是无用的哦。所以这个这是一体两面啊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，根本是同一个物件，所以有无同的名称安尼尔啦。无同的名称，偏偏是迄、那个，啊，变无同的名称，所以这个伊的特定，哦，譬如讲啊，那是啊那也是啊个古种。就是业色所依，啊，那是啊，那也是拢种清净，就是一切功德所依，就对这个发心出来。哈、哦，但是第二延续的佛法，什么叫做延续佛法？就是一定爱专眼力必色心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眼定，而这个色根，对咱人这个六根啊，这个六啊，佮得到延续地啊。因熟地就是生所作地，就是讲要成就众生，说下好听的智慧安尼，叫做生所作地。哈、哦，但你今仔无转咯，我讲你的六根对六尘就蒙蔽啊，起六识就蒙蔽。这点是今仔日造业的先锋哦，造业的先锋就是六根对六尘生六性。啊，你今仔日要教育众生生所作地，嘛是六根做先锋啊！好、哦，你今日这观众心心先做安怎样？啊，你即嘛内心就会当起一个善分辨嘛。啊，就讲今日众生已经要安怎样，该多该对什么法来该讲？啊，需要搁来读什么法？这个就是你的善分别地嘛，就是转第六意识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一体两面啊，就是伫有老有的中间延续根。就是属于卫生，啊，唔过这延续根属于卫生哦，属于卫生，即个来讲哦，咱知影这卫生内底里的无量种子，予咱会当变出延续位，啊，甲延续果，啊，甲延时、甲延类，这是过去有讲过无？吼、哦，你入业先啊，无种子啊，伊唔是讲你今仔做人，后做又去做人，因为你看你内底，你若是鬼心，就变做鬼嘛。哦，啊！你若有痴心，就变动物，这个叫做因缘果。啊，但是唔是讲今生做业后出世，有时阵是经过无量劫，才出现迄个歹物件出来。哦，这个叫做因缘果，是在唯识为重点。但是这个心性转移了，这心性就是六根的识了哈。啊，叫色根，哈、哦，不修，色根不修定境。啊，这样以地为主性啊！啊，即嘛色根不修哦。你若不修，怎讲？我正甲咱讲者，咱是毋是有甲咱讲一个禅定的正修甲不修甲起哦？敢捌听过？这伫八关斋戒不是结讲嘛？这个行众三脉有无？我简单有讲出三点嘛。第一叫做定嘛，这点是较适合咱啦吼。这迄是众生嘛是无量的啦，形象上
定第二起哦。第三正修，第四不修，这六根哦，那以凡夫的水准来看哈，咱两个六根看到六根了，起色就动念嘛。我讲听，你看人面相歹，歹你就得怀疑啊。这个人对我不对，那一块对我面相歹，这是眼睛去看一面了。啊，再讲你今仔看到色有两种啦，就是思想还是女相。啊，像有先听到女相跟你讲，吼、哦，讲我不是在想念你，哎呀，你都迷死你啊！我讲敢听有，这个音声听到女相讲，我足想你的，哎呀，啊，我就找时间来喊你做伙啊！啊，即嘛女相爱听男相的好听白贼话，好听白贼讲。好、哦、我只有爱你了，没去爱别人。好不好，那做戏也不是这样说的。是啊，这女将那迷俗，被男的迷俗了。啊，其实这种白贼话。好、哦。啊，现在这是因为他的音色了，跟他去接受嘛。好、哦，接受。啊，现在我们去合法的人哦，有三脉。啊，你说，不受五尘六尘的影响。不是我听讲，色声香味触，绝对心稳固安尼。这点就是咱今仔日最准来修改呢。从外境安怎样变化，不要紧。吼、哦，你交的女朋友，还是讲你交的男朋友，跟你讲外听外好听的这汤干味甜的话，你不要信啦、啊。我讲你哦，骗干头脑昏转，不信叫做不受。外地呢，在诸相你不爽，因为这是缘起，空缘起。安尼听有无？叫做不爽，但是佛法你不相信不行，叫做正爽。安咁听有？你佛经你无接受，你今仔不就不但无可能解脱，你要成佛，你都无看佛经都无对啊！啊，佛经你袂使怀疑啊，叫做正爽。第三起用，你无净土业，你袂使做；你若无净土业，你绝对袂当解脱。所以你心稳定，绝对唔通做业。外境安怎变化，你心定定，唔通变化，唔通随境变化，啊，就做一切业出来。这是真理呢，真理的法义，吼、哦。这是安尼，叫做三昧中。刚才用这个讲哦，应该咱大家都足以有够通修行解脱啦，唔免坐安尼就好。安听无？啊，你今拢无买恶，啊，你看着镜，啊，就心就安尼样，安尼样，迄问题都出来呢。离下古的进程，我跟你讲啦，世间有时阵咱在众生，我那是迷疏疏的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无哪会去到处会。啊，是无，较会迄个精神安来出世事。咱听有，啊，即卖即已经有计合法啦。好好，遵执咱家己的代志，过去唔对，彻底反省忏悔安尼，安尼特别个唔对嘛。吼、哦，安尼即个是计讲安尼吼，但是现在得较讲安尼吼，即卖即个，迄个个涉金。不修以地为主性，这个叫做为地安尼。但是虽然唔是有漏的业感哦，啊，这是无有漏个，但是因中一定爱这个因性。这因性要怎因性？因为这个是要跟咱成就未来解脱，伫凡夫要做圣人，但是一定爱文殊修。伫因中一定爱好文殊修，你若无伫因中好文殊修哈。你不可能变做圣人，好、哦，因为看那凡夫要变圣人，这嘛是因缘啊。啊，那是凡夫要落地，噶嘛是因缘啊。一定要好文思修，啊，去家己彻底去改造家己。因为这个你听慢，啊，唔改造嘛是等于作用非常微弱，
你要注意这点哈。说进来对，进来对，甲讲安尼哈，所以有那星座影响的啊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有那星座影响的，有的。比如讲，咱讲文分手，过去唔捌的，咱怎么办？这个算不是影响的嘛？好、哦，你经过文分手、文分析，你将唔捌就捌。啊，过去未晓修的，今麦就会当修，就会当精读业识，这个地就生起来。那无你安怎有智慧？我讲一句实在，那无智的人吼，一生是有那糊涂过一世人。伊到底是从啥唔知影？这真真悲哀一种人生啦吼，咱讲真正。啊，若告诉你今文化，佫无要注重。去听甲名利啊，嘛是悲哀啊！所以人生有无量的悲哀，啊，唔该生个死，死个生，生个死，分段生死安尼，有无量的悲哀。就讲我讲就是一点啊代志唔对，就对了嘛，一念感念嘛，安尼算是悲哀。一念善，一念恶，就对了嘛。啊，这什么人家利用，嘛是家己的问题啊。所以这点大家注意一下，吼、哦，要进来听。第三，好、哦，即卖是讲变那样，先做佛法的所立起哦，就是即两项。第三就讲安住在佛法中，你再卖个变化。我即卖讲啊，三宗唔得有经律律嘛吼，啊，重要是法。我跟你讲真正，你法那固着，律自然成立，但是论，你得看出掉干唔掉出来。因为这个论那是龙树菩萨、弥勒菩萨，哈、哦，还是讲无著世亲，在水准的菩萨是应该有那未含佛经来底遐高超，但是信仰是足少，龙树菩萨未唔掉，弥勒菩萨未唔掉，啊，那其他在古代定哦，这有的是错误八字。我就甲你分撇去，就甲你讲好啊嘛。迄别人唔知是看有啊，看无，我是唔知啦吼。啊，都嘛是伫遐讲师祖家己外院去哦，先入未去。吼，啊，讲当时在人安尼乌白写，啊，即嘛在法师也无去考证。吼，啊，咪就安尼讲，啊，即嘛是悲哀啊。啊，迄唔对个个历代宗经也无去甲修改起来。哦，阿姐，我不要注意讲哦，这轮有时阵看不到。哈、哦，阿姐，咱来注意啊、哦、哈，这个转六行定住就讲好好，哈、哦，用平等心去处理众生事，这是第一个我的看法，一定要，因为大慈悲道啊嘛。第二，一定要世间的这个人欲，一定要戒除，就是这个色心和迷缺法定。一定要清楚，哈、哦！啊，开当得到无量智哦。假使你今贪着色声香味触，你嘛就阁继续蒙蔽，那么你就无迄个实地。啊，那假使你今仔日已经成就这大成道啊，你若无用平等心，就是你内底啊阁有东西。我讲你敢听有？因为众生平等平等咧，当然你要用平等心来讲度众生。但假使你今仔不平等，你。你的路线敢无方便嘛？有无？不平等就方便啊！就是有迄个安奈，也是这个无哪些个这个身份啊！啊，你今仔日这是第一出世问题。第二呢，你今仔日若无转这个五欲六欲，迄话啦哈，你袂当成就这个地，因为五欲是家己方便。啊，你去追求五欲，如方便安尼，啊，这地都袂生。地白生就迄个生所作地白生安尼，安尼看好无？这对待是安尼嘛？五欲，何你袂当成就生所作地？烦恼袂当何你成就平等圣地？吼、哦，阿叔进来在讲，迄、那个顶那菩萨讲，欲行是五欲的享受，这是个之人间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因中众生受的五欲乐，这是因中。但是这个是给讲众生受我有咯，但是菩萨因地袂使哦，知无？菩萨因地绝对袂使，搁再继续要受我有咯。所以进来在讲，
高了福瑞应该是免安尼啦哈，免讲高了福瑞啦，高了福瑞都无都究竟啊嘛哈。我因讲你要修佛法，一定爱慈悲喜舍，殊无量心住安尼。讲你今发大心，啊，我特别修菩萨道，啊，那凡夫是受我约束，啊，但是一定，今麦咱开始要转，免加这个佛瑞啦，因为你无再转是袂当达到佛瑞。所以这两句话小可加考量一下，一定在在慈悲道内底慈悲喜舍，殊无量心，啊，布施爱义利行动事，加来立众生心安。安尼啦，你会当立持众生，众生都无边来，你坐下来底闻法听经，哈、啊。即嘛，但是所以较会当拔苦无乐，拔苦同拔众生苦，有即个解脱乐。啊！你今日若无用慈悲喜舍，不可能。第一，你都无寸功寸进啊。话说进来，你较讲安啦。第四，就是自在。哈、哦！啊，即马即个自在，我慢只甲恁讲。我头前只阁甲恁解说一下，因为这拢总是精进的功课。比如你下毒五欲，啊，你即马来修四无量心，啊，四念处，即、這个在我修安尼想啦哈。即、哦這个在咱即马即个空中大学哈。哦有种叫做修学分，敢是修学分哈？咱用这个来甲用一下。这个菩萨道哈，照讲那修学分，这个哦，你想看咩啊？因为一点一滴。拢是个正常人，我那是一定爱好好做。修学分等于正常人，咱的正常就是将来要成佛。修学分的人用世间来讲，得要大学考试通过。啊，你今仔日假使无修学分，你将来你，人要一个文凭，互你嘛袂当。啊，今仔日咱正常人，将来到什么款的水准，当然都无度限嘛。你根本都无去修，无去学，哈、哦。即马搁在一点叫做啥？叫做变力。即法义上来讲，拢会当叫做变力修持。好啦，变力成数，即叫文叫即个法上讲的。你拢卖听经，众生是分段嘛哈，拢卖听经，啊拢未晓修，啊业继续做，算咪叫做分段生死嘛。啊，即咱直直听经，直直明理，变啥？算咪家己个变力，世间啊嘛一个变力啊，就是尽我的本分，吼、哦、啊来变力家己，搁再尽我的本分来说法嘛，即我嘛就变力啊。啊，变的甲未来诸多去度他，他成就这个摩诃萨，啊，甲成就无上菩提嘛，安尼直直去哩。这个算不着那变了，但是一刻一刻，安直直走，咁是个变了。想看卖啊哈，变了，所以嘛这变嘛是个正常缘，嘛是个修学分修到有百分，通个过来不要交白卷。提灯啊，弥勒菩萨看呢，哈、哦，我是安尼个想啦。咱众生今有哪段，搁在另外一段，就是有福地正常。这两行一定要真注意。咱要正常有一个标准啊，就是福地正常。今仔日你无修行。个别杀尽，安怎袂杀尽？第一跟他无啥，第二你袂当含在众生结缘，所以后边才有一段啥？这段迄个叫做"由八界为八界一切灾患归心"，这个就是你爱布施啊！你无布施袂使，你免刻意，但是你紧悟到，我跟你讲，你袂使目睭揢一蕊，所以迄、那个。二十八天界，这在家菩萨界有一条，有可能袂使点点点，有没有？若能见到
出代志的人袂使总惊得到过，想尽办法甲救。有这条无恁家己想，二十八境界菩萨界二十八境有这条无？有啊，就是一个佛弟子一定爱安尼做啊。即马搁再一点哦，即马这条一定爱安尼，修阿坤正常缘，变六成四，福有福地来正常安尼。所以你无文化袂使啊。啊，该做你无去做，阁袂使进。事情啊，即咯袂使就无做，所以袂使有五宝位。这五宝位超过，予恁听过啊？菩萨的五宝位吼，袂使哦。吼、哦，大家注意听啊。第一，在家中。袂使有不话为安尼，即个恁查看，客看恁也有无？第三条就是啥？啊，思维，好、哦，思维写伫遮。思维即马来就是妄名位，第四就是即个个恶道位，第五就是大德，吼、哦，大上位德位。您可能有抄到，这在我以前就有讲过，有无？您的符号抄到无？没有吗？吼、哦，好，我大概甲您讲出来。今日这三宝吼，要会当发量不断，发量不断，我讲这个三宝中，按直直延续落。我咧讲在家中吼，一定要注意，就讲行事者。哦，即马即句话啊，行事行事者吼，布施者，该施不施，啊，啊个个穷举。穷举不够生活，不足生活。以前啊，应该是伊毋是，着穷惊家己生活不足安尼。这是假讲安尼。这条啊，听无？因为有足侪人讲啊，我若嫁出去，啊，我生活毋知欠亏个个。所以不敢去，人佛陀嘛无甲咱讲，你得一定爱写较真啊。啊，这样我甲您讲，今年收冬，切啊唔得一大堆，你绝对袂使甲嚼甲了。我这么讲这个话，你唔得听有无？你千万唔能甲嚼甲了，然后一挂切种，然后搁再播种，啊播种了，然后搁再有通收成啊呢。啊！但是要报警哦，爱报警，报警唔通个乌白牙，你绝对袂使个牙在石头顶，啊，袂当牙在迄个个气顶下来，对啊，牙袂使个一定啊牙伫迄个清水内底一步个，吼、哦，就要注意这点哦。安尼你靠当个顶修行。我看你应该都用，都听有啊。你若夜到石头顶也无作用，叫我统统食食。我到夜到树顶啊内底啉，唔过伊袂生长。哈、哦，在我夜到迄个有水分的所在，
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哦，我看迄个农夫给保证，加插鱼啊是四支、三支，但经过差不多七月变一亩。你在做事的人，我讲的话，难得个，甲讲一下，一亩了，你甲看开起来偌济七啊？有的人佫较福报是一支发香水，哈、哦。啊，卡说恁今仔日也是无来保证。比一步切个咧，一步切个，你那个收钱开多真晚。安尼，你家己想布施所得的效福加几倍？四张五啊，三张五啊，变一步收钱开有真晚咧。这个就讲布施所得的功德，像佛经内底讲的，下一滴万难。啊，你怎啊唔肯做，都无对啊！你未来都无效福。我安尼讲，恁应该听有。第二个问题是要跟咱讲，这出家人吼，即嘛这出家人即个发大心，还是讲咱大家啦吼，发大心就是菩萨心，吼。啊，当然是报教嘛。我跟你讲，菩萨都是热心兼热力。我跟你讲真正，像今仔日书是坦白跟恁讲啊，是开跑天下的，安听好无？有诶，都安静安静，多到呼吸天啦，食到肥自尊，伊也无想讲安尼是高富世尊，食三宝饭，住三宝宫殿，也无要尽心去弘扬大乘。净化人心，甲净化社会。啊，阵在做一个，安着过一日过一日。有诶，佫讲啥呢？无出来外国散散心，袂使。啊，一年着去对，一年去对，安尼有高富三宝无？众生诶钱是一点一滴吼，人甲你讲，有诶是足苦难诶，有诶去捡纸来补身。吼、哦，捡歹蛋古者啦，伊共摕去，我着听着法师讲去大陆七刀四纸。迄个唔免开钱，啊，迄个无做，吼、哦！但假使唔敢呢，恁再要招我去大陆，我唔敢去，因为我才开到三四万块，是不得已无去纽西兰比赛，无去韩国比赛，我才有去呢。啊，但今仔日吼，假使你今仔日信佛，这个菩萨都发大心，假无尽心，无尽力。恐惊疲劳，炸死，啊死就算嘛，死。哈、哦，今仔日有这个因缘，你无要去尽心教众生，啊，你惊死就对，这是不对的。得嫁嫁死，死大家，唔能乞讨嫁死安尼。我将跟你讲，就别开发恁，绝对袂使呢。搁再来，我命为这个卖个讲，这恁应该讲，就是讲。行过去，过去因为你有做一挂业，啊，你要说话，听人甲你讲，你过去是个什么款的人，啊，你阵唔惊讲，啊，过去就过去啊，啊，你接受就接受，唔接受就算了，迄就过去啊。好，啊，第二就讲啥，恶道有诶一种是叫刚法，啊，刚法你恐惊讲了唔对，去对了恶道，这有难免惊。反正吼。搁在第五点，伫即个大众中，也是威德下面头前，你若要刷了，我那唔免惊。啊，我今日是哪讲像你咱了，一两日爱来外国游两遍啊，注意，点到愧疚众生，甲辜负我们的世尊、世尊甲弥勒菩萨，注意我感觉呢，是，啊，要死就死，好要紧。
得大志了，完成继承有人，我还怕什么？啊、哦，所以爱怎样？后来弥勒尊好，好，好，好。